新闻首先，咱来关心这是食品安全的危机。即届连这蜜饯嘛走袂去，因为彰化县卫生局查这润饼掉白茶的问题哦，发现讲这顶头的原料商存着化工含，将工业用的偏亚硫酸氢钠卖予园林做蜜饯的业者来生青梅啊。这个举动嘛，大大来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记者实际来行一逝这园林百果山的蜜饯产地哦，卖去果然是受到影响。彰化县卫生局查出存着化工含将工业用的偏亚硫酸氢钠卖予蜜饯业者去是蜜饯，讲无着就是要来保持梅仔的原色。实际来行一逝这园林百果山蜜饯产地，买去敢若有受影响着，来买蜜饯的顾客较少。不过老二号的店家也是对因的蜜饯真有信心。卖啦，咱遮拢家己遮做的卖啦，唔是大陆，唔是进口的卖啦。啊，生意有落无？没啊，咱这生意真好啊。民众大嘴大嘴吃蜜饯，对于电视新闻在报的这乌心蜜饯，一点啊拢未惊吓，颠倒是大手笔叫卖停业者。这是我彰化园林的特产，这算做几啊十年啊，所以讲我对这有信心，因为我就是信心，有良心的业者嘛是真多。干！不过看到蜜饯也是真想要吃的民众，应该要安怎来选购呢？卫生局建议上好选购知名大厂生产的蜜饯，选择新鲜果类或者是水果本身甜度较高的试制品，吃起来比较安心。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王林采访报道。